2月17日，有网友晒出昨晚郭富城驾豪车带方圆外出吃夜宵的图片，照片中天王嫂方圆的肚子越来越大了，行动相比较以往也有些迟缓。久未露面的方圆天王嫂即使是大着肚子，依旧身穿迷你小短裙，搭配白色毛衣和黑色长筒靴，看起来减龄又可爱。不少网友对此纷纷表示，方圆怀着二胎，手臂和腿部一点也没胖，身材整体都没发福，不过从侧面来看，天王嫂方圆的肚子还是很明显的了。